家好啊，咁啊欢迎翻到嚟嘉伦子频道啊，咁啊系啦，新闻短评呢个内容农场级数嘅节目咧，咁啊喺我呢个稍微得闲嘅时候啊，终于翻嚟啦，系啦，咁啊今日咧就讲讲呢、這个即系啊九巴，大家如果唔知道有冇见过咧，嗰啲绿色嘅巴士咧，好核突嘅系啦，咁啊话摆喺啲总站度啊当。当冷气房用啊吓，咁啊颇为俾个引好佢啊，懂得运用资源嘅。咁啊，既然系咁啊，先睇睇呢个报道啊。咁啊，其实个报道琴晚出噶吓，咁啊即系 AM730啦。咁不过唔系佢一间报啦，间间都有报啊。咁啊，因为九巴自己宣布嘛。吓咁啊，即系讲紧咁啊，即系好热啦。吓咁啊，就话。就大家可以坐在那架绿色的巴士那里呢，那架是全电动巴士，应该是如果没记错是国内厂的一架电动巴士，将它改为所谓的冷气候车室，你坐在等开着冷气的，有叫你啊自己开着九巴 APP 看着架车几时到了，暫時咧就話巴士站會係荃灣西啦、深水埗啦、寶林同埋黃大仙咁啊四個總站啊，咁呢個就九巴嘅構想啦。咁啊九巴又話咧，咁啊已經申請咧就加呢個水站同埋飲品售賣機啊，即係擺喺架車度咯，估。加水站嘅話咧，就原來係講緊巴士站啊，啱啱睇錯啊嚇。系是但啦，唉，龙龙场啊嘛，吓咁啊，佢摆个巴士喺度做乜鬼咧？即系咁啊，其实咧，嗰堆巴士咧，咁啊话讲紧系啲16架啦，咁啊就话4月就投入服务，咁啊弥敦道等等嘅繁忙路段啊啱用啦，咁啊买52架嘅话，即系买全数啊，咁啊就讲紧。下年就会全部付运噶啦，咁啊讲紧到时有80架啦，咁啊即系讲紧啲乘客就暂时而家用途就系上去摆，即系上去坐啦，咁样，咁啊实际上咧，即系电动巴士本身个优势咧，就系讲紧吓喺街度行嘅时候，即系喺马路上面做到零排放啦，咁。而佢电动巴士仲有好处，就因为电嘅关系啦，咁啊，即系如果大家好熟悉汽车啦，咁就知道咧，即系车咧系啱啱抌嗰下咧吓，咁啊好多废气出嘅吓，咁啊因为佢咧最高转系就系嗰阵啊吓，即系讲紧喺低波要将个速度提高啊一个车辆咁啊。会有好多嘅废气啦，咁样出嚟，咁啊，即系电动巴士喺特别喺繁忙路段咧，系个优势会更加大添啊，咁啊，反而上到高速公路咧，即系嗰啲即系一堆即系呢个废气嘅巴士咧，反而系冇咁严重嘅问题啊吓，咁啊呢啲巴士咧，即系购入系好嘅，咁啊，但系咧即系。隔离厂啊，即系就嚟改名做斋系城巴嗰两间啊，咁啊，之前买唔少国内车啊，咁啊，问题啊，唔多唔少有啲啦，咁啊，佢间厂就执咗噶啦，嗰间叫做 Young Man 啊嘛，咁啊执咗噶啦，咁啊，所以佢哋啲车而家保养都成问题啊，咁啊唔知佢哋 keep 唔 keep 到啦，不过嗱呢。佢九巴買嗰啲，我唔好記得係邊間廠啊！印象中係大啲嘅廠嚟噶嚇，唔知係咪比亞迪啊？大家自己上網揾下，內容農場係唔包揾資料嘅。OK 嚇，咁啊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咁啊即係我擺喺度做冷氣室咧，就係咪真係咁好咧嚇？咁啊，其實與其擺個嘅巴士去做冷氣室咧，可能。摆几个货柜喺度加冷气可能会比较简单啲吓，因为始终咧，即系啲巴士咧系唔系如你咁样步伐嘅，即系长远嚟讲，对个巴士有冇即系损耗会更加快咧？我唔知啦，但系我个人觉得，即系嗰啲巴士上面嘅冷气咧，一定冇
即係講緊傳統嘅冷氣，整個貨櫃喺度係襟用啊！即係如果佢哋巴士總站又整一個有冷氣嘅貨櫃咧，即係部冷氣可能都係幾千蚊嘅啫，因為嗰啲地方裝一匹機好好夠啊嚇。咁啊，但係你嘅巴士個保養成本啦、啊，即係特別電車，即係佢入。如果日曬雨淋嚟講咧，其實對個鋰電池啊，即係個運作唔係好理想嘅啫。咁所以到底佢擺啲巴士喺度做咧，係咪真係咁好咧？定係真係求其擺翻啲啊貨櫃喺度會比較好啲咧？咁啊，當然啦，仲有就係咪真係應該即係安排翻啲人手去處理下咧？就除咗擺。即係叫啲乘客自己睇個 app 之後，大家知道個 app 係總有啲唔差嘅嚇。咁啊，同埋特別某啲碼頭站啦、啊，即係尖沙咀嗰啲啦，咁啊，都幾遠嘅行得，即係喺總站行出去。如果第日喺加車尖沙咀碼頭等等嘅地方都擺呢啲嘅話咧，咁啊，都頗為行得遠嘅時候未必追到個巴士啊，咁啲公公婆婆唔識因時間，咁啊 miss 咗乜巴士唔係好好啦。咁啊會唔會話即係可以有啲更加先進嘅系統啊，處理下未來等巴士嘅呢一啲嘅措施咧？例如學下即係其他外國某啲地方應該有試行嘅，即係喺 app 度撳掣就通知架。車個車長啊，就講呢個站係有乘客嘅，咁啊等埋啦，即係類似一個預約系統，咁啊即係相信咧，即係乘客係好歡迎啊，咁啊隔離至於隔離廠啊，即係新城啦、啊，咁啊近期都好多搞作啦，但係感覺上冇樣好啊，啲人都係插到暈噶啦，咁啊長遠嚟講咧。即係如果佢哋兩間巴士公司係咁爭法咧，即係爭到咁咧，就地鐵係得嚟嘅啫。咁啊，因為本身我哋知道香港個政策已經偏向緊鐵路公司嘅，啊咁啊變咗呢兩間巴士公司，如果咁樣繼續爭落去咧，即係喺又唔進步咧，咁啊即係叫咩啊？掘蚌相爭，漁人得利啊！嚇咁啊～其實會不會兩間巴士公司做多啲反思咧嚇？喺、啊、車資上啊等等都做翻少少讓步啊，咁啊變咗佢哋嘅服務同埋收費更加合理嘅時候，係有得同呢個地鐵公司係繼續去競爭咁樣嘅情況嚇、啊。好，我哋唔知幾時嘅下一節翻嚟再見啦，大家繼續去留意咗我哋嘅讀經企劃啊嚇、啊、，CLS。Bye-bye.